避嫌不仅改微博头像为范丞丞应援，还多次为弟弟加油打气，让网友好生羡慕，好想也有范冰冰这样一个暖心的姐姐呀。3月6日，有范丞丞的迷妹在某平台喊话范冰冰，爱上范丞丞了怎么办，没想到得到范冰冰本人回复，比起那些需要层层把关的家长，冰冰回复这位网友的话特别霸气，只丢了6个字，我不会介意的。范冰冰对待粉丝特别友善，对粉丝签名合影什么的几乎是有求必应，这是在圈内出了名的。如今看来，不仅对待自己的粉丝，对弟弟范丞丞的迷妹，冰冰也特别大气，一点都不会担心弟弟被抢走，反倒希望范丞丞能够被更多人喜欢。日前媒体再次问范冰冰有关范丞丞的不实传闻，她特别霸气回应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赖，同时还不忘护弟弟，他没有受外界非议而背负极大压力，他心情